哼，是我。啊，原来是江洋大盗独眼王。你们要你乖乖的把巴玉马交出来。如果我说不呢？飞刀小李要是好惹的话，我也不用亲自出马了。过奖。 老板娘，每天买那么多豆腐都丢掉，这闭上你的狗嘴！啊，哎，傻小子，我还要一盘儿。阿金啊，把这个拿到后面去。好好好，去。对不起啊。 老板娘，这钱，你，对不起，跟我回去，走。老板娘，给我拿来豆腐。你这是发什么愣啊？还赶快干活去？是。 嗨，啊，杭州啊，给我来两块嫩豆腐，三块油豆腐，好，对，给你，谢谢，谢谢，我给你包好啊，我给你包好，谢谢。 买豆腐还有钱赚呢，站住！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说呀你！是吗？你误会了，那个钱是他的。好小子，你竟敢吃里扒外！我明明看到是你给他的，你还跟我狡辩呢！哎呦，我狡辩，狡辩！ 死丫头，这钱是你的还是他的？说，这，你跟我师母说，是他给我的。啊，你师母，我不要解释了。你这个没良心的，哎呦，你才没良心呢。
老娘供你吃，供你住，你反而养老鼠，吃我的米呀！都是你这个妖精，你还不给我滚！站住，把豆腐给我拿回来！哼，我靠你一个月的薪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哎呦！你还真有一套啊！挣点钱给妞花啊！怎么回事？是什么？啊，该抓了！啊，独眼龙！哎，独眼龙这批人啊，太横行霸道了！就是嘛！哎，你看，只要抓的这四个人啊，可以有500块现大洋啊！哇，这么多！哎，这批人啊，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哎，你干嘛呀你？你这个偷香窃玉的小人，你晓不晓得你这个样子会有什么下场啊？姑娘，不要解释了。像你这种男人呐，我见多了。哎，你们大家给我评评理，像我个姑娘家，怎么可以随便让人乱摸，对不对啊？我也不知道。哎呀，这我不知道。不要说了，我告诉你，哼，我跟定你了啊。跟我？跟我干什么？哟，你瞧瞧你这个人挺会装疯卖傻的呀，当然是上样顺着你了。比如说嘛，你肚子饿了，我会做饭给你吃了。哎，你衣服脏了，我会帮你洗衣服了。如果你还要，将来啊，我还要帮你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长得嘛就像，就像他一样。我，哎呀，姑娘，这全是误会。你不相信可以问问他们，我不是这种人呐，是不是啊？我什么误会啊？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们，你们帮我评评理，像我一个姑娘家出来，让人家占了便宜，吃了亏，还说是什么误会？你们等等我，等我嘛。快点干活，干完活早点休息吧。阿金啊，奇怪，怎么有那么多女的找你买豆腐啊？谁叫我们长得丑呢？人长得漂亮，是有用的，到处都有桃花运呢。你不干没关系，东西不要乱扔啊，这玩意儿砸坏了饭碗就没了。哎，对了，说真的，下回想吃豆腐啊，可要找嫩的。你哎，啊，豆腐找来了，你看嫩不嫩啊？好嫩，好嫩。对，到底谁喜欢吃豆腐啊？吃喽，反正饭也不是我一个人吃。哎，你们两个怎么又打起来了？阿明，算了，
你们知道阿金这人欺人太甚。阿金，你这是干什么嘛？干嘛？嘿嘿，你来的正好，我也让你尝尝嫩豆腐。阿金，你拿下。怎么，你们还想吃豆腐啊？这叫红豆腐。这叫冷冻豆腐。气死我了！你们在搞什么鬼呀、啊？你们好好的事情不做，你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你们这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吗？哎呦，哎呦，我的豆腐，我的豆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好，你们走，你们三个小子，我滚，滚得远远的！你们要气死我，你们滚！你哎，好了好了，我们现在谁也不要埋怨谁了，以后啊，还以后，明天吃饭都成了问题了。有了。老本行。各位乡亲父老兄弟们，来来来，来哟、哦！又不是吹的，吹的会破。铁字招牌，镇店老铺，高丸散丹样样具有，样样具有。哎，高丸散丹，还有七生回死丸。这不是臭面子了啊？对不起，起死回生丹，不论打伤、摔伤、内伤、烫伤、扭伤，一服见效。还有麻婆豆腐，还有呢？家常豆腐、臭豆腐、五香豆腐，还有你这个笨豆腐，给我闭嘴。哎，对不起，各位，还有狗皮膏、猪皮膏、鸡皮膏、牛皮膏。哎，小子，你嘴还蛮硬的啊！今天你要是不给钱的话，老子就打你！各位，别走啊！各位，别走啊！别走！他妈的，独眼王这批手下太霸道了，害得我们生意做不成。对，我们干脆把他抓到官府去，还给你领125块现大洋呢。哎，对呀、啊，走，我看你给不给钱！哎呦，放手！你们这批土匪难道连一点王法都没有啊？好小子，你居然敢教训我！不但要教训你，还要抓你！啊，在不在啊？在。老板，老板，这位大爷，大爷，小爷，我没看清楚，到底扎我，你还管？小的是这间万花楼的老板钱多多。你们这儿有没有房间？啊，有。普通房、上等房、特级房、超级贵宾房、特级贵宾房，像您这种客人一定是超特级贵宾房。我们这、哎、啊，我明白了，一定迫不及待是吧？哎，请。
对不起。大爷，我们这儿的姑娘啊，是艳瘦环肥，南北佳丽，高的矮的，肥的瘦的，瘸的哑的瞎的，歪鼻子带斜眼的，样样俱全。您的胃口是？找来看看。好。喇叭花来了。大爷，您瞧瞧啊，怎么样啊？不要紧，还有韭菜花来啦。大爷，这个怎么样啊？这个很好啊。野菊花，豆腐花来了来了。大爷啊，这个我看了都会动心呢。红花、蓝花、白花，这个花啊，除了生病的，全都到齐了。大爷，那么多的花，不晓得您喜欢是？全给我留下。真会开玩笑。我白书生向来不开玩笑。白书生，哦，姓白的，咱们是一向河水不犯井水，你的来意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只要你按月缴付100大洋啊。我们万花楼在这儿开了3代，108年，从来就没有人来敢找茬。可惜我今天是找定了啊。喇叭花在。哎，你下去把我的祖传法宝给我拿下来，请你同子下去。是。哎，我今天非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教训我？今天我就要你试试我祖传8代的美人拳。看我花木兰代父从军。我看你还是回房纺织去吧。看我嫦娥奔月。
回家坐月子吧。看你还有什么花招。这什么玩意儿？白玉葬啊。先把你给葬了。哎呦，哎呦，哎呀，是个浪带花，天底散花，是锦上添花，我给你葬花，我给你插花，插呀插呀，我插你满身都是花啊，插花呀，葬花呀，插花呀，葬花呀，我呀给你来花，要你个徒弟的满身的都是那花花呀，还花，最后再给你来一个带葬花。哎呦，你杠上开花！哎呦，我的天儿啊，弟弟儿啊！啊，打不过用哭的。我哭，我孟姜女哭到长城，郎君呐！喝不了饭。按月交保护费。交不了。啊，客官，哎，里边请，里边请。请请请。啊，客官您请坐。坐坐坐。哎，来了，掌柜的。来了。哎，掌柜的菜呢？就来就来。哎，掌柜的菜快的嘛。小白。哎，在。快点好不好啊？啊，就来了！你干什么去了？还不快滚下来！哎哎，来来了来了啊！哎呦！哎呀，你这个兔崽子，又把这个水泼了一！老板，你看，一点都没洒出来。哎呀，好了好了，快点去，客人要算账了。掌柜的，来了！嘿，出去喝完酒啊。我这个店都叫你给拖垮了，从今以后你只有站在门口给我招客人。是。进来坐吧，进来吧，不要客气，进来坐吧。哎，客官，进来坐吧，进来坐吧。哎，不要客气啊。哎，请里面坐，坐坐坐坐坐，请你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坐下。哎，客官，
喝茶，喝茶。客官，你要吃些什么？我们这里都有。我快说，随便。随便。我们这里有清蒸活鱼、红烧鲤鱼、清蒸草鱼、西湖醋鱼、干炸鱿鱼、红烧甲鱼，还有活鱼三吃。你这个臭要饭的啊，居然敢坐到我这儿来了。他啊，可以可以。哦，没钱，没钱也敢进来呀、啊？滚！啊，好啊，一个拉我进来，一个赶我出去，你以为我叫唤了好欺负的？哎，各位小兄，做成动物啊，有话好说呀。我还这很好，君子动口不动手。打竹板望眼去，那边几条大黄鱼，这些鱼呀、啊、脏兮兮，厨房摆了三星期，蟑螂蚊虫跟它最亲密，老鼠跟它是邻居，害死人不偿命，各位时刻要注意，要注意。哎，稀奇稀奇，真稀奇！你看这只老母鸡，今年已有80几，昨天生了一场病，感冒发烧流鼻涕，肚痛拉稀不吃米，三更半夜命归西。掌柜的为了贪便宜，把它煮成红烧鸡。各位吃了要注意，它在阴曹地府等着你。啊，臭鱼臭肉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哎，各位客官，你们不能借着机会不给钱就走了，这怎么能行呢？快点，喂，对不起啊，你，柳爷，你看该怎么办呢？怎么样，过瘾吧？上！125块钱大洋啊！哎，那个大块惹不起，这个大概没问题吧？嗯，哎，走走。好。哎，刘洋，跟我们走吧。啊，好俊的小子，走，好啊，你得背我呀。啊，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粗鲁呢？叫你走你就走。你干什么你呀、他妈的，这个也不好惹，他是钱呐，命都没有了还要钱干什么？快走啊，连官府都拿不了我，你们，哎，相公别走啊。好在没有追来。你干什么？他是独眼王的手下啊，白书生啊。哎，那我们快去追他。哎，等一等，
你打都打不过他，总得想个办法。对。哎，我们只一智取，不可力敌，跟踪他。对，好，走走。好，来，干杯，干干干了。原来他们几个都躲在这儿了，活生生的500块钱大洋啊！那我们去吧。不行啊，如果下去硬拼，我们一定不是对手。依我看，哎，官府打砸那个阿大曾经告诉过我独眼王的身世。大哥，最近保安队查得很严，到处张贴告示，有谁能抓了咱们，赏500块大洋啊！他们简直是吃了豹子胆呢、啊！我就不相信他们吃了豹子胆，敢来动我们。嗯，来来来，我们敬大哥一杯。嗯，哎，大哥，来，大爷，外头有人找你。什么人？他们说了半天，我也搞不清楚，好像说是你的远房亲戚，叫他进来。是。哎，大哥，有谁知道你会在这儿啊？是啊。可能是我大表哥的三姨妈的二堂叔的小儿子，他住在城东。这点小事都搞不清楚。哦，庆祝庆祝，小舅子，小舅子，来来来，我们敬大哥一杯。来来，大哥，大哥，来来来，大爷，他们来了。老头，就是他，阿狗，阿狗，你们怎么知道我叫阿狗？你们是谁？哎，你的记性真坏啊！我是你七叔，他是你七婶啊。七叔，七婶，是啊。哎哎，七叔七婶，哎，走走走，七叔，七叔啊，哎，来，再加2副碗筷。奇怪，谢谢。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哎。你怎么忘了？你常跟我们家小孩一起玩的，是小宝。哎，对，小宝，就是小宝。对对对，小宝，哎，小宝。你从小我就知道你会成大器，光耀门楣，虽不能万古流芳，也会，也会。啊，一秀万年！你亲婶她不会讲话，她的意思是说你啊，名扬千古。是，你现在是个大英雄啊，现在外面到处张贴的都是你的画像啊。哎呀，我说七叔啊，哎哎，咱们什么都不要说了啊，先喝一杯啊，先喝一杯再说啊。来来来来来，啊，喝酒，来喝酒喝酒喝酒，再来副碗筷，真是。哎，来来来，七叔，我给您斟上啊！哎哎，谢谢，我自己来。哎呀，自己人不要客气了。哎哎，我来我来。谢谢，不要客气了。哎呀，我来嘛。哎，客气了，自己来自己来。哦，我说阿狗啊，哎，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啊，你们几个人啊，一天到晚玩在一起，尤其是你跟我们家小宝两个人啊，最要好了。小时候你们两个人一天到晚玩刀弄枪的。经常弄得头破血流的，嘿，那个时候的你啊，还真是可爱的。七婶啊，来，我敬你一杯。我也敬你一杯。我不会喝酒，你们自己喝。我们喝一杯啊，好好好，自己喝。来，别客气了，你们请。七叔，来嘛来嘛，你先喝一口好酒。怎么了？哈哈，哎，其实啊，你七叔他也不会喝酒的，喝了酒会闹事的，会闹事。他奶奶的，哎，用菜，哎，对，用菜，来，用菜，自己来。你药放了没有？你喝。哎，不客气，用菜吧，自己来，哎，自己来，不客气，不客气。快走，哎哎，站住，快站住，走了，跑了，跑了。快走啊！不论死活，去把他们抓回来。
怎么不见了呢？站住！哎，赵夫，刚才有没有看见三个人打这儿过？哎，有有有，哎，他们往那边跑了。啊，哎，快！哼，冒失鬼！阿青啊，快走啊！嗯，哎，哎，赵哥，哎哎哎，小五，快停！哎，我们轿子被人抬走了。哎哎哎哎，轿子，小子，哎，在那儿追。白书生来了，快一点啊！不好了，我想拆书。往我们轿子，他奶奶的，看你们往哪跑！站住！趴下，快点，你走快点吧！奇怪，跑到哪儿去了？就是嘛，跑到哪儿去了嘛。二哥，你也太大惊小怪了。你个子这么大，胆子比老鼠还小，哼哼！哎，现在该怎么办呢？哎，三哥，哼，他，我就不信邪，居然不见了。难道他会钻地，会飞天？柳腰，打！弟子在，弟子在。平时作恶多端，罪该万死。弟子该死，弟子该死，弟子。巨无霸，弟子在。你好饮好色，残杀无辜。佛爷饶命，佛爷饶命。白书生，阴险狠毒，见利忘义。因打入十八层地狱，日后尔等若不知悔悟，则将沦入万劫不复之境。是是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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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这三个小子给我们骗了，哎，走吧，走，慢着，老实，你们今天死定了，走，追追。怎么样，你们跑不掉了吧？哈哈奶奶的，你还装神扮鬼的吓唬人呢？你们以为我胆小如鼠啊？我告诉你们，我也是装的呀。要不是我大哥交代，我真舍不得让您死呢。
你说的也是，只怪我自己命短，要不然呢，我还真愿意跟你走。哎，你怎么打我呢？你他奶奶的！二哥，哦，我知道了。大事情，那是爱，不打不骂不相爱，您说是不是啊？你老毛病又犯了。我情不自禁嘛。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看奶奶的，大哥交代的话你们都把他给忘了啊，还不赶快把他们给做了。哎，等一等，还不赶快把我们给做了。快出来吧，兄弟们。你他奶奶的，你们这臭要饭的，胡子不亮神了。试一试就知道了，让你尝一尝我自己制造的点心。哎呦，漂亮的脸。快哎，准备好了。擦两次就好了。你不是天福楼的小白吗？是啊。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事情是这样的，他因为看不顺眼那个掌柜的，他就辞职不干了，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怎么从外国来的我是仰慕中华文化，而且我想跟你们学一点中国功夫。对不起。那你怎么会当起小二的？不好意思，说来说去还是为了肚皮嘛。还肚皮呢？我肚子早就饿死了。饿死吗？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放心好了。你有什么办法吗？这个你先别管，等一会儿包你有大鱼大肉吃。有大鱼大肉我也要去。小二，你账是不是算错了？不会，还不就才那么多钱呢？你好了，那么贵的错不了，绝对一定搞错了吧？您放心，我们这是公定价格，不会错的。您放心。叫老板干什么？你们吵什么？老板，这两位客官说我们的菜太贵了。老板，这几个菜那么多钱呢？你们吃完了嫌我们的菜贵了？我告诉你，我这不是路边摊啊，我这是观光饭店啊！你们想白吃啊？不给钱？那好。把你们吃完的东西统统给我吐出来！老板，你们到底给不给钱？你这什么意思啊？算了，给钱拿去，简直是黑店！走，再不要来了。慢走。客官，慢走。掌柜的，外国人来了。外国人，好，欢迎。阿弥陀佛，好，您要吃饭？耶，里面请。请。叫他的，走，出去，走。They are my friend. My friend? Yeah. 什么叫 my friend？ 这是掌柜的，你都不懂，我怎么会懂呢？你不懂。哎呀，你这都不懂啊！买饭的意思，我们都是他的朋友。买饭就是你是他的朋友。Yes。管他什么买饭不买饭，
只要有人付钱就行了。哎，大伙一块满分啊！太贵了。哎，先付，不用了。哎，吃完了一块算啊！哎，满分，满分，满分！哎，满分，满分！哎，请请请！哎，对，累死的，累死的，累死的！西藏啊，东飘西藏，东飘西藏！哎，伙计啊，先过来三只又肥又大的大飞机啊！三只飞机，好。Thank you 啊。快点去呀、啊！好，好，要又肥又大了啊！真是笨蛋！哎，您要吃点什么？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啊 ？I don't know 什么意思啊？啊 ？I don't know. 哦哈，我也只懂了一句 my friend， 其他的我也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我有办法了！哎，咕咕咕咕咕。OK 哎好葱花草的一盘哎OK 哎好红烧牛肉一盘哎OK 好葱花羊肉一盘哎OK 哎好我豆瓣鱼一盘菜来了菜来了来了来吃菜吃菜买分三只飞机马上就到啊马上到买分把厨房所有的剩菜统统搬上来啊好买分小华子待会儿我把他身上的钱统统给扒光了以后你们到我这儿来还有两根骨头吃啊，知道不知道？哎，掌柜的，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也听不懂？你刚才说的是中国话？对，我不但会说中国话，我还会中国功夫啊！对不起，对不起，请坐，请坐，吃菜。My friend， 你像不像魔装？抓起了欧郎来。吃菜吃菜吃菜吃的我刚才跟他说你是位大老板那你买公大鱼一天不相当于我叫一包公你在不你在不了你不在我在你也在我是安怎不在行对我家中国大使馆去大使馆冲下讲你提高物质欺骗游客我是谢谢谢谢谢谢你来买豆腐啊哎客官你们要买豆腐啊哎那三个小鬼呢找他干什么哼老子要他们的命啊原来你们是悬赏的杀人要犯你们这批年轻人呢成天不学好杀人放火为非作歹强奸无法无天你们你活得不耐烦了啊呸老娘是活得不耐烦了怎么样你要打我我还怕你们呢既然你活得不耐烦老子就成全你你留着看着我就告诉阿金哦老板娘老板娘这就是你们跟我们作对的下场住手你们的手段也未免太卑鄙了吧居然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我倒是谁呀、啊、原来是飞刀小李的师弟龙虎门的馆主李少卿啊告诉我独眼王在哪里由二哥我来他奶奶的这个烟哎呦啊
把尸体带走，回去告诉独眼王，明日正午，十里铺不见不散。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要是不做的话，明天我们还可以请呢。哎，对对对对对，不好了不好了啊！豆腐店老板娘被杀了，老板娘被杀了。好，走，我们。让开！啊，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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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振作点！师傅，师傅，师傅，我不行了，你们要学好，不要学坏。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杀人偿命，生死由我，亡人者亡，未必见得。嘿，啊！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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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哦，自从这个老怪物来到镇上，隐居在这里。据我多次的观察，这个老怪物的武功高强。不过，这个人的个性举止啊，和怪异无常，我们要小心应付啊。待会儿要拜他为师啊。嗯。哎呦，哎呦，哎，有个老人家被吊在那儿，快快快！哎，不行！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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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哎哎哎，干什么？小心点！哎，老人家，你没事吧？我正在睡午觉，你们想捣蛋呢？老人家，我看您一大把年纪了，又被吊在那儿，我还以为……你以为什么？老子跟你无冤无仇的，怎么你想咒我死啊？哎，惨了惨了，他就是那个老怪物啊！谁说我是老怪物啊？没有，我刚才说是老师傅，老师傅。哎，师傅啊！哎呀，哦，你这个小臭脚花子，三番两次到我这儿来，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我想看我洗澡？哎，是是是是是，是你个屁！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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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哎，师傅啊，我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所以我找他们三个来服侍你啊。那我该谢谢你了。不不不，应该的，应该的。应该个屁呀！你们想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啊？老师傅，老师傅，您慢点走。还想挨揍啊？不不不，事情是这样的，镇上来了几个恶霸，杀人抢劫，无恶不作，所以他们三个人啊，想拜你为师，为民除害。我看你们呐，日子自己都不晓得怎么过呀，
还想为民除害呀、啊？我看你们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啊！可是，师傅，我们有正气，正个屁！啊，等我把武功教会了你们呢，恐怕杀人放火的就是你们了。啊，不，我们是人穷志不穷，我们有骨气。嗯，好，教你们武功是可以的，可是呢，我要收学费，每人100大洋。啊，100大洋，对呀、啊，而且钱的来路啊要正当，否则啊。免谈。哎，老师傅，哎呀，没有用了。这个老怪物的个性我太了解了，就算你们三个在这跪3天3夜也是没有用啊。走吧，我们另外想办法去。嗯。对，我就不懂小姐，我们快回去吧。不用怕，街上人多，让他们也不敢怎么样。这不错呀。是啊。好。嗯。给你买过吗？不用不用，我要弄一个，还要弄女的。要干什么？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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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在这儿调戏良家妇女啊！哟呵，不错嘛，哎，你很行哎。嗯，哎，你们是他哥哥？嗯，弟弟啊？嗯，哎，我就知道你们是他叔叔。哎，对，哎，我就是你叔叔。我叔叔，早就死了。哎，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啊？哎，他是美人。你说我们到底是谁呀？美人。哦，你们是英雄。嗯。那么说你们两个是他的护花使者喽？哎，对，刚才我们一路追着他。哎，刚才是一路保护他呀。哎，你不要胡说。哦，那这么说你们才是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啊。我看你们俩想找点苦头吃喽。苦头？对，咱们兄弟俩一向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我就让你们先来个有难同当。我现在就让你们来个有福同享。告诉你们，下次再让我碰到的话，当心你们的狗命。是是。站住！小生仰慕姑娘已久，请姑娘回去禀告傅大爷，小生在半月之内亲自登门迎亲。怎么去凑这笔学费啊？没想到那个老怪物视钱如命啊。哎哎，这还没关系啊，最可恶，他连自己徒子徒孙的仇他都不想报。哎，你们看。哎呀，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简直是飞来横祸吧。这没有道理。傅大爷不是全城的首富吗？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你看那些家庭都在那儿长吁短叹的。哎，我们过去看看啊。哎，我们过去看看。这简直是目无王法。哎，转眼明天就是献祭，真叫我如何是好啊。哎，傅大爷，这您就不用担心了，对付小霸天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们兄弟去办。你们真的有办法吗？办法是有啊，不过这个这个放心，绝对不会少你们的。啊，那就好办了。哎，岳父大人，小婿来迎亲喽。郑公子，
我来跟你介绍，这位是李公子，也是来迎亲的。岳父大人，这事出巧合，我这位多年不见的世侄刚好昨日也来提亲，你们两个一位是英雄好汉，一位是青年才俊，两位皆是人中之龙，这一时倒也难为了老夫，令老夫实在是难以取舍。想来想去，也似乎只有仿效古人之法，来一个比武成亲吧。哦，如何个比法？文武各比试一场，以决胜负，不知二位意下如何？遵命。傅大人，请出题吧。嗯，老夫近日购得骏马一匹，想以此骏马为题，两位各吟诗一首。李公子先请。是。水面浮金针，丈人骑马到京城，骑去又骑回，金针还未沉。嗯，好。郑公子请。管家放了个屁，丈人骑马到诸暨，骑去又骑回，屁门还未闭。也通啊。好，我再说一个酒令。第一个字呢，需说出三个字同一字旁，第二句是三个字同一字头，然后呢把两句话连贯起来，要能够说明一种事实。这一次郑公子先请。小生自幼庭训甚严，还是李公子先请。请。三字同旁江河湖，三字同头大丈夫，游遍江河湖方称大丈夫。江河湖同旁，大丈夫同头。好，答得好。郑公子请。三字同旁记一论，三字同头屎尿屁，你的记一论，尽是屎尿屁。记一论，屎尿屁，虽然不雅，也通啊。好，这一局平手。现在呢，我在地面上画一个圈，你们两位在圈内比武，谁先出圈就算败论，点到为止，不要伤和气。两位请。是。不是偷来的吧？不是，不，师傅，师傅，这些钱是他们行侠仗义
赚来的。哦，是。以后你们三个好好在这学习，我回去镇上监视，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好好好。师傅，我走了。好。我会送酒来的。我走了，再见。再见。师傅，已经一个时辰了，我看他快撑不住了。啊，撑不住了。撑不住了也得撑，要不然让他摔下来刺死算了。啊，师傅，我已经受不了了。干嘛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也得收。师傅，我你还想偷懒呐？师傅，我真的受不了了。哎呦，师傅，阿金他真的受不了了。啊，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摔下来刺死算了嘛。没用的东西，还不赶快把它抬下来。就凭你们这个样子还想练功啊？早着呢。玉儿。爹。玉儿，是不是想阿金他们呢？好，明天一早爹就带你去找他们去。爹，不来了了。你师傅，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也得受。师傅，我的手都破掉了。啊，怎么这样就受不了了？哎，你们还想打败独眼王啊？你们知道独眼王所练的七巧手和追魂腿一向是未封敌手啊，要破其武功需练有内功来抵挡，双挂拳来攻击，铁砂掌来破除。不过练武之人尚需有过人的智慧才能练到炉火纯青的功力。错，你这个卑鄙的东西！不要靠近我！你这个无耻的东西！你说，你把我爹藏在哪里？只要你好好的听话，放了你爹，哼，还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吗？你根本就没有人性，难道你就没有父母吗？你住嘴！不许你说！我是没有人性，从我生下来，我就没有见过我父亲。不配当我的父亲。在我七岁那一年，我的母亲又改嫁了他人。从那天起，我失去了我童年的欢乐，失去了我所要的爱，失去了我的一切，也包括失去了你自己。你这不是寻找爱，而是发现你心中的恨。对，我恨，我恨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人，我要将我童年所失去的一切全部找回。但是你的对象却是那些与你毫无关系毫无恩怨的无辜之人。我不管这些，我要别人也尝尝我童年所受的痛苦。你这么做对你又有些什么补偿？你这是报复，
你这是一种变态心理的报复。我就是要报复，我要让别人知道我独眼王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你不要逼我。逼你？我独眼王一向就是逼人就范。那你得到的只是一句躯壳。躯壳？好，我不但要得到你的躯壳，我还要得到你的心。阿金，不好啊！不好啊！啊！臭脚，发生了什么事了？昨天晚上在客栈里，傅大爷跟玉儿被独眼龙那批人抢走了。啊！我们快走，走。好了好了，成天看你画呀画的，你有完没完你？嗯，有。哎，哎，你干什么大吼大叫的？我大哥在的时候，他也不会这样子对待我。哼，现在你不得了了。哎，大哥也真是的，为了一个女人摆着荣华富贵不想，还把我们兄弟十几年的感情也给抛弃了。哎，你说呀？怎么了？我接大哥这个位子，你不服气啊？哎，我有什么不服气的？你坐，他坐，都是一样坐呀。是我，两位大爷。你是什么人？你来干嘛？哦，你们大爷派我来传话，要你们一个到小平林去，一个到城西的宁王墓。你们大爷还交代要你们两个尽快赶着去。明明说在这儿，不错。没想到一向动用心计的白书生也会中计。好小子，你居然跟我耍阴呢！但是你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哎，哎，不见得。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临死之前还大言不惭。哼，鹿死谁手？尚未知晓。你好，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怪老大哪儿去了？哎，嗯，老大在这儿。啊！哎呦，哎呦，哎呦，嗯，老二在这儿呢。嗯，今天你可跑不掉了吧？还不乖乖跟我们到衙门去？衙门？哦，你说是投案呐？哼，就凭你们两个？柳耀，这可是你自找的。哼，别怪我手下无情。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哦！
阿明啊，不好了！什么事儿？独眼王带着玉儿走了。啊？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这个王八蛋交给我，你们去救玉儿。好，那我们走。走。快走，还可以饶你们三条小命。老虎推车。这是老汉推车，猛虎戏水。鸳鸯戏水，三虎擒羊，慢着，一只已经掉到水里了。啊，二虎擒羊，嗯。知道二虎擒羊的厉害了吗？我叫你们虎落平阳啊！哎，他说他是只狗，哎。
还有什么花招？有，看我的真功！又下去了！哎，快用那两招！啊！啊！现在你可知道我金刚指的厉害了吧？这可是你逼我杀人的！错了吗？大家都这么说。你的眼睛总练不到吧？
都是我。